可悲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是不是他的问题啊？各位，你们觉得是不是他的问题？他故意每一场跟我一队都在跟队友吵架。我知道路易吉精华就是我要教你们怎么躺分的。丁特应该就是位于那种中间的卡吧？他可能是 SR， 可是他有特殊能力，一个特殊能力叫做吵架几率 up up。直播 battle 都有双排没要看啊！哦，等下十二点啊，晚一点啊，晚一点我真的可以啊。香味冲击，附魔之带啊，没错。嗯，这么狂吗？回血 ，nice 啊！哎、欸，我们造型，我们的欧拉夫有助攻吗？没有。刚刚是单杀，刚刚不是他那个、哦，刚刚是单杀。求吸奶，跪求一吸。哎、欸，我们下面会爆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爽爽龟兔，他上一把也爆，通常这种会爆的每一场都会爆，可悲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是不是他的问题啊？各位，你们觉得是不是他的问题？他故意每一场跟我一队都在跟队友吵架，我记得他每一场都在跟队友吵架，是不是其实他才是来戳我的？就他就是来戳我的，他看到我在开台，他就一起撞，然后来戳我的，然后每一场很简单啊，他也不用耍废，他就只要跟队友吵架就好了，因为他跟队友吵架，队友就不想赢了。救了这个牛，再拿两个头。啊，你们记住这句话，不管你们有没有成功，曾经努力过的过程呢，才是最珍贵的。爆炸！爽怪兔开车！我们努力了，但是我的下路还是被双杀了。我曾经努力了。嗯，你们二打一可以点塔吧？你们这样超废了。他们转到上路去，他们应该要那个的，他们应该要能点塔的。哦，戴辅中还耍废，不、哦，你们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刚的努力又要白费了。不要再害我的努力白费了，各位！你到底啊？你等什么啊？等过年哦，还没过年呢、啊！哇、哦哦哦！太让我意外了。快点，快点！直接变不见！快点，再来！怼死他们！只要有我在的地方，会战都要赢！怼死他，大夫 ，nice！ 我这样录，我知道录一集精华，就是我要教你们怎么躺分的，那真的很重要，那真的很重要。这个输入法好烂啊！哦，他们现在视野要布深一点啊，把这边都布起来，他们就可以点这个塔了嘛！快点，我们现在多打扫，我们现在多打扫。这应该赢的，看我们来硬屌打的嘛！这怎么会输呢？这把什么理由会输？这样还输？
这样还输我的队友，绝对是在戳我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这把不可能要输的。我的边线已经打成这样了。被发现了，牙术装备其实挺好的。我跟牙术打的话，就看操作了，我可能还是会死的。他虽然零二，他虽然零二，不要死啊你们！他们这不对啦，虽然打赢了，但是这赢的不对，就我觉得这样不对。Nice 啊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好感动、哦，太感动了！我终于有躺的感觉了。哦，你们终于做事了，我痛哭流涕啊！我真的痛哭流涕啊！我太感动了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嗯，不知道后面有几个人，看一下，我们偷偷看一下。哎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我们放心点塔。哇，没事，对面 AD 死了，对面 AD 死了就点中了。对面 AD 也很不爽，对面 AD 屌打我们下路了，但是被我救起来了，被我救起来了。竟然屌被雷波，有没有？我这个失误，我这个失误不错吧？我这个失误骗的不错吧，各位？这个失误骗的不错吧，各位？你们给几分？87分啊，太低了吧？我觉得有98分的，不要再哭啦！你要哭，我上三把都要哭啦！这个英雄联盟就是这样啊，你们要看开一点啊！你们要看开一点啊，希维尔，这个英雄联盟就是你戳我，我戳你啊，大家轮流戳啊！队友一定会开戳的、啊，你只要抽到，你只要抽牌，你们那个选角抽到 N 的牌的时候，你们队友就会开始戳啦。你看我这个 AD 就是 N 啊，他就是 N 啊，然后我估计就是个什么 SR 之类的吧，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更强的，什么 SSR 的 ，SSR 的也是会输的、啊。我姑且把 Toys 当 SSR 好，然后他队友也输啦。丁特大概就是个，丁特应该就是位于那种中间的卡吧。丁特就是有特殊能力，他可能是那个，他可能是 SR， 可是他有特殊能力，他特殊能力就是他一定会吃线上的小兵，他会让你们的队友吵架，就他有一个特殊能力叫做吵架几率 up up， 那就是丁特的特殊能力，吵架几率 up up。我刚刚双排我也没在嘴他，我只觉得很好笑而已。我刚刚双排大概已经发生过至少三四次了，他去 gank 玩。然后他 gank 把人家杀了，然后他觉得头给线上拿，那他吃人家一个炮车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头都给你了，我吃你一个炮车合理吧？然后他 gank 完，他就把人家炮车给嘟掉，他可能玩道性，他就把别人炮车给嘟了，然后队友就开始问号，开始嘴他，然后他们就吵起来了，然后那把就放推了。就我已经看过好多局长这样的了。我们的爽龟兔果然不失众望，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，我们的爽龟兔。赵信，我这个进场跟鬼一样啊！不是跟鬼一样，我要死啦！我们死啦！我们爆炸！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这进场跟鬼一样，我还是鬼，我们还没爆，我们还能打。定山小朋友。拜托，我拜托你们全部去上！哇，你们打！打了37分钟。我从头 C 到尾，我打37分钟才赢，这个游戏怎么这么难玩啊？到底怎样？我输都是15分钟就输了，可是我 carry 就要打37分钟，
我想要当连胜文，我想要当连胜文，我也想要跟他一起一样有减肥下来。好，这是题外话，我还是不要当他好，到时候被一堆人嘴，到时候被一堆人嘴肥猪。我希望这个系统看到我的表现，可以从下一把开始把我分配到连胜组里面。哦，副宝坏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的欧富宝又坏了吗？啊，看一下我们的欧富宝，先测试一下。嗯，没，你们就好的啊，啊，你们就好的、啊，就没有人懂内啊，啊，就没有人懂内嘛？你们到底想怎样？就没有人到懂内啊？啊，一堆来看台，20块都不肯花，每个都免费砸、啊，讲什么？欧富宝坏了，好扯、哦，好扯、哦。我那个精彩的表现，我14-10。居然连一个抖内都没有，我的心好累。然后我的猫还在叫，我给它吃了零食，它还在靠背。它吃完一条，还想吃两条。哇，熊大的家，感谢你的100块，你就是唯一一个肯抖内我的熊大，你就是今天唯一一个肯抖内我的。闭嘴啦！给，哇，这是谁？居然给了我666666666666，刷一波六。快点的，聊天室免费仔，你们不给，你们要说帮他刷一波六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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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的666块，